在座的所有的来宾朋友们，好多位，对，非常的开心，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好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另外一个部分也是我们的静思书轩的岁末感恩会哦，岁末之际感恩所有的人默默的付出在座有好多好多位志工也好，大志工、小志工，还有所有社会贤达，平时都一直很照顾静思书轩，非常的感恩。最开始是那个我们的古琴让大家静思，而静思这两个字其实是上人在还没出家的时候为自己取的名字，也是意思是说静静思考生命的方向。慈济宗门人间路它的方向在静思的法脉，静思的精神。而我们呢每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，有时候如何在动中静，在静中动哦，所以这是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。所以在我们的慈济体系里头，静思法脉勤行道，慈济宗门人间路。那所以我们节目开始，我们的同仁们其实他们平时很少演绎手语，因为都在各家店哦，还有我们的大志工们，他们将为大家呈现美这个手语歌曲。美在哪里？我们来听听他们美。小志工、大志工、青年志工，有从3岁的到94岁的，我们再给他们热烈掌声。这首歌《岁》其实是源自于上人的开示，慈济人付出无所求。除了无所求，舍去烦恼，舍去贪嗔痴，更除了付出无所求，还要感恩。这是佛法三轮体空的精神，所以也是上人教导每一个弟子的：付出无所求，还要感恩。所以五岁哦。非常的感恩哦，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的陪伴，跟大家报告我们的静思书轩，今年呢，在全世界有110家了。对，110家，然后呢，其实海外各地都当地师兄师姐哦，真的是很付出，自力更生，带动传承法脉。在台湾有54家静思书轩然后还有静思小组，总共加总起来有80家的静思书轩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欢喜。然后呢，今年也很凑巧有6家静思书轩满10周年，然后当然也有1周年的哦，那点点滴滴都感恩，因为有你们的陪伴，我们接下来有
简短的影片，与大家分享静思书生2015年的回顾。2014年静思书轩岁末感恩会开启2015年新气象新展望，岁末年中大小志工欢喜演绎传递温馨气息，感恩社区慈济志工的支持与陪伴，共同营造静思书轩成为社区客厅，传递人文书香。年初四，300多位静思小志工、慈济志工、慈警会来到人文之夜中心，透过视讯向正言上人拜年。小志工演绎小树的愿望，也分享心得。感觉头脑很清醒。上人感恩所有菩萨的护持，也祈勉造福人间，让人间更祥和。新的一年发愿，佛法要普遍，善法要弘扬，这一直都是上人的心念，也是我们身为静思弟子一定要做到的。2015年，台湾有6家静思书轩成立满10年了，带大家一同回顾起业时的历史时刻。2005年1月1日，慈济人文置业中心落成启用，成为守护慧命的磐石。慈济各置业体共同庆贺，静思书轩官渡人文殿也同步启业。感恩的心，守着每一个平安的夜晚，期待明天，大爱让世界亮起来。感恩上人莅临静思书轩给予祝福，静思书轩期许成为心灵沉淀的处所，传递书香、咖啡香、心灵香。2005年4月20日，上人与弟子们在花莲为应顺导师庆祝百岁松寿，静思堂也同步展出应顺导师的法影一世纪展览，引领大众听闻法影，追寻导师风范。在此殊胜因缘之下，花莲静思书轩也同步起业，承载传法使命。慈济医院台北分院于2005年5月8日正式起业，成为守护生命的磐石。静思书轩在人文气息的医疗环境中，给予医护同仁、民众心灵的力量。感恩10年岁月，大小志工带着竹筒回娘家，将点滴善念化为助人的实际行动，成为最有意义的生日礼物。喜来登静思书轩是第一家进驻5星级饭店的书轩，客房中也摆放静思语，让外国旅客有机会接触慈济人文，结一份好缘。静思书轩坐落于饭店1楼大厅，宁静雅致的氛围与都会气息相互融合，让旅客有一个休憩的空间。花莲慈济医院旧急诊室摇身一变成为静思书轩，起业前师父带领着同仁志工一同布置环境，于2005年12月16日起业。在这里可以品味咖啡，阅读好书，获得心灵的宁静，为医院更添一份温暖。推开大门，象征中立静思书轩开启社区客厅的使命，以客家圆楼为造型，打造出别具特色的静思书轩。大家手牵手唱着慈济歌曲，欢喜庆祝企业延续服务的精神。今年静思书轩搬迁到新空间，继续带给社区民众像家一样的温馨。小志工活泼可爱的演出，庆祝中正纪念堂静思书轩满1岁了。
位处台北地标的特色建筑内，静思书轩在这里向国内外旅客推广静思人文理念。诚实的商人只剩一本书，我们去拿一本来补，好不好？小志工郭尚博会补货，会擦书，学习手心向下，亲子党欢喜做志工。小小的空间里传递着人文馨香，为净化人心共同努力。当这个志工会不会觉得很辛苦？不会，爸爸妈妈都一直在我身边。从小能法入心，好，那跟着我们大家的脚步，然后来学习，来帮助别人，手心向下是最有福的。期许能在繁华的都会中带来一点宁静又富有人文气息的歇脚处。静思书轩让路过的人们有机会停下脚步，寻找一份让心灵沉静的力量。有人他是在饭店里面看到静思语，而特别千里迢迢的跑了很多家的诚品书店，然后最后才听说，在信义店这里有静思书轩，而特别找来的。静思书轩诚品信义店满一周年了，借由一句静思语、一壶茶、一本好书和温暖的笑容，与来来往往的大众结下一份善缘。就是有很多有心的人捐出来，是。那我们想把它推广，那到各饭店。是。简短的一句静思语蕴藏着人生哲理，一句好话可以带来善的效应。这本书对话蛮有启发的，对，有时候看的话就像师姐讲，心境会不同，那可能多了一种层次。阅读好书可以丰厚生命。中区慈济志工前往古关温泉区饭店赠送静思语，让游客休闲之余也能充实心灵。台北的兄弟饭店也举办静思语赠书，为旅客点亮心中的明灯。除了饭店，还有医疗机构业者都希望透过静思语照顾员工的身心灵。因为我们医院工作的同仁都是压力非常大，那我们现在都鼓励他看一些书，或者像我们实际这一种可以就身心灵都有帮助的书。小志工卖力呈现手语，吸引大人的目光，善的效应扩大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八家分院，推广行善行孝好话分享。联合医院八家院长共同参与赠书仪式，因为每一个病房就有一个公共的阅读的地方，那我们就至少放一套。我们等于是每个八个医院，然后每个院区就是有静思语一二三这三册都有，然后放了好几套。随着总院长的脚步，将静思语送到门诊区的公共阅读空间。阅读静思，品味静思，全台首家企业静思柜正式启用。阅读会把净化人心，那现在呢，外面社会都非常的混乱，那如果能够安定这个心，就是靠阅读。企业响应人文阅读，让员工和来访的贵宾随时都能阅读好书，沉淀心灵。期待人文书香在各地传播，在复杂纷扰的社会环境中，借由书香洗涤心灵，人人拥有正知正见的美善新世界。静思书轩在每一个地方，不管是在静思堂也好，我们自己的家，也有在外面的据点。很开心，我们有两个据点，一个在诚品信义的五楼，今年快满一年哦。对，快点那个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中正纪念堂的点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团队，我们的店长，我们的佩奇师姐，还有我们的雅婷师姐，等一下来分享，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。亲爱的上人、常住师父，还有我们静思书轩的家人们，大家晚安。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在诚品发生的很多的小故事。那其实在2014年的7月1号至今，我们在诚品已经一年又5个月了。那我们在这里呢遇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很多的好朋友们，他们有的是在饭店里面看到静思语而寻找到诚品书店。那诚品的书店同仁林颖聪先生就有跟我们分享，
他说他在结账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客人，他挑了五本都是上人的著作，他就问他说，你是不是想要找这位法师的著作？他就说对啊，可是你们这里怎么只有五本而已？然后他就说，那我告诉你，在五楼有一家静思书轩，你可以上去找，那边呢有很多这位师父的著作，而且他还帮他写了静思书轩四个字的字条，然后让他拿上来。那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爱的传递者，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。那当然了，还有很多可爱的我们的小志工们，然后在他们来当志工的时候，也很感恩有很多的爸爸妈妈，还有我们的阿嬷，也一起陪着孙子一起来当小志工。在他们跟客人互动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小孩子会让人心情很开心。有一位台北的黄小慧小姐，她那时候只是刚好经过，然后呢签文呢就拿了静思语签给她抽，她抽了以后呢，那句话正好是她当时需要的，所以呢我们的小志工们就跟她互动，然后介绍了静思书轩很多的产品。最后她要离开的时候，她就跟我说，她今天出来其实是因为心情不好，所以本来是下雨的，后来看到这一群小孩子，她心情呢就像了有了阳光的温暖一样。而且她就跟千文说，她希望她下次来还可以再遇到她。然后千文就回答她，没有关系，没有我，我还有我的好朋友，他服务的也很好。对，所以他很自然的回答，然后这个黄小姐就说，哎，这个小朋友怎么这么有家教，然后他竟然可以就是不会说以自己为主，他还会去成就别人，赞美别人。其实呢非常非常的开心，也很感恩在下个礼拜中正纪念堂静思书轩即将满两岁了，真的是非常的感恩。感恩大家，我们在里面服务的时候啊，常常会遇到很多国外的外宾或是旅客说要找，因为入住在饭店里面看到的静思语，所以呢真的非常感恩有许多的菩萨志工们，大家用力推广静思语入饭店。在中正纪念堂店呢，确实看到了许多许多的成效，例如在这张照片里面看到的是入住福隆大饭店的马来西亚的曾先生，因为入住在饭店认识静思语，那看到静思语的神情的那种渴望哦，将法带回去，真的是很令我们感动。那这一张照片呢，是来自美国的观光客，也是入住福隆饭店。他呢很可爱，就用他的手机拍下这个饭店里房间的这个封面呢，就是来寻找。那不晓得说，哎，原来在这个中正纪念堂内有静思书轩，看到我们外面写静思两个字，跟书上的静思是一样的，所以就进来问了。哎，没想到真的有，他一下子请购三本，为什么呢？他说这么好的法语，当然要带回去分享给好朋友。静思小组他是能传法起善，那新泰区比较特别，我们的位置是在地下室，因此我们更要把握每一位走入小组的会众，让他能感受到那份温馨的人文气息。其实我们小志工金赞演艺团队呢，是由零开始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是我们的手语老师还兼我们的队副，所以呢，对小志工们又疼又抱又爱又求又要教，所以呢是非常的幸福哦。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，就是边走边整队，我们希望用我们妈妈的爱来爱普天下的孩子，用菩萨的智慧呢来教育我们的孩子。感恩哈，送走过去，迎接未来。希望未来心态小组能够接引更多的志工菩萨跟社区的会众来到这里，品味我们的书香以及心灵香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在地社区居民的好邻居。也发愿能够陪伴更多的人来到这里，营造温馨，让人人以这里就像一家人一样的那种轻松自在。最后，新的一年祝福大家平安吉祥，事事顺利，福慧圆满。感恩大家，心态小组全体合十，感恩，谢谢。
感恩我们的新泰的静思小组代表分享哦，我们的大志工、我们的静思同仁、男众们，还有我们的男众的志工们，还有我们可爱的小志工，要为大家带来一个金帐演绎《志诚发愿》。日出。